云帆，你没事吧？小鱼，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小心，小鱼！黄小鱼，他身上有邪气，跟我换，我来。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想饶命？你想饶命？哎呀，你有事没事啊？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弄的？姐，没事儿。小鱼在警察来之前都把歹徒给制服了。不过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警方也还在调查当中。那个嫌疑人说什么？他把牛奶换成了丙烯颜料是他做的。但是什么潜入房间绑架什么，他都没有做过。哎呀，我估计这人也是脑子有点问题。你别管了啊，这事就交给警察。对了，这个药啊，睡觉之前一定要再抹一次，听到了吗？别留疤了。我知道了，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抹。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你呢？我让保镖提醒我，好吧？你提醒我了，还有个保镖，黄小鱼，我怎么交代你的？对不起，安姐，是我没有发现袁帆出门了。我要求的是24小时贴身保护，你怎么做的？我们家帆帆要是出点什么意外，你准备拿什么赔啊？安姐，她也不知道我溜出去了。再说了，人黄小鱼都受伤了。哪儿受伤了？我看不挺好？你看手都抬不起来了，你看，抬不起来了。我没事，安姐。我再跟你说一次啊，即便有保镖，出门在外，你的个人人身安全一定要自己当心，要注意。知道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姐，这都几点了？你要再不睡觉，都长鱼尾纹了，你得回去睡美容觉了，姐。行了，姐，快走吧，这太重要了。我走了。哎，包。黄小鱼，再有下次，你给我卷铺盖走人，听到没有？我保证不会了，安姐。记得抹药啊！一定一定。拜拜，姐。谢谢你啊，袁帆。我是怕你被开除以后到处说我坏话才帮你的，别多想。不吐药了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小鱼，谁啊？是我。干嘛？我给你拿了些药。要不，你就让他进来帮你吧。他若是敢行不轨之事，我就上你的身，定让他断子绝孙。你进来吧，门没锁。你擦完了？没有。你用我的吧，我给你擦。那麻烦你了。你这都在后背，怎么自己擦？你以后擦药的时候叫我。哦。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啊，没有啊。可我刚刚明明听见你说话。那一定是你听错了。可能你天天在我身边，幻听了吧。好了。
谢谢啊。中毒的事情，对不起啊，本来中毒的人应该是我。你也不是故意的呀，而且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可我聘用你过来澄清绯闻，你不生气吗？生气，但我也确实需要这份工作，所以咱俩扯平了。行，早点休息啊。你也是。嗯。